们住的地方开车大概40分钟，40分钟到了这位朋友所住的这块区域。这块区域是个啥区域也说不出来，到底算是哪里？已经算是洛杉矶的北面吧，应该是。快到了。前方400米，目的地。进去这儿还有一个铁门，要输密码，他已经密码发给我了，我先进门。好，输好密码了，他就开门了。这个门开的也太慢了吧，这个感觉，这开进去感觉是玩生化危机啊，这个是。好，我们进去就直接进去就好了，他过会儿这个门自己会关呢。我也不知道哎，先上去再说吧，我还走山路呢。好大，他们家好大呀，这么大的这块地方，天哪，这算怎么回事？哦，就是这个吧。是这里吗？肯定是啊。好。哎，你好，我说你好，他也听不到。他说听那边。行，我就听那边吧。这哪是个房子？这是个庄园呀，这是个。你好，你好，牛牛在后面，牛牛坐在后面。哎，你好，怎么称呼你？丹丹，哪个丹呢？丹顶鹤的丹，丹顶鹤的丹。哇，你就住在这儿？我本来想请你们吃那个，我就怕你们在美国吃不好。没事，我们自己都做东西吃了。我们昨天自己做饭了。自己做饭。我本来想请你们吃川菜。哦，太客气了，真的是。我就临时的，半个小时又弄了点。啊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烧烤，美式烧烤啊！哇，太好了，谢谢。没有啊，就是点羊肉。这个是什么？蘑菇吗？蘑菇。哦，还有虾，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一块都是你的吗？这，我这个房子很特别。嗯。我这房子有5英亩那么大。啊。但是呢，那个是主屋，是房东的。啊，那个是房东的。他用来做那个 Airbnb。啊 ，Airbnb。对，应该比较熟。那早知道我们住到这里来了，就跟你做邻居了。600块一天，600块一天，而且呢，它是长租。哦，长租，嗯，它长租划算。哇，600一天的话，相当于5×3=6742。其实啊，嗯，这种房子啊，要是几家人住，是划算，是吗？里面很大吗？那个房子？很大。啊，很大。里面至少住3-4家人。哦，3-4家人可以。然后您是住这一块？对啊。然后那边呢？我这边有好几家人。啊，也是好几家人，嗯。然后那边有一个那个小房子，嗯，然后那边还住两户人啊，还住两户人。我这个山庄的名字叫做伯特利山庄啊，伯特利山庄，它就是从圣经当中起了一个名字啊，是这样。对，哇，这开上来，刚才那个大铁门上来，哇，你能找到很不容易，是吗？有时候谷歌导航它有点导错了，你能找到，有些都找不到啊。我是看路牌，前面一点，对，但是我找路牌。对，你看那个门牌，并没吃过。这个是烤羊串，因为你吃的都是纯肥的。嗯，您其实纯肥的不好。你这个羊肉串羊肉哪里买的呢？我这个是半肥瘦的。啊，半肥瘦的羊肉就这边超市里买的吗？你们之前去那个华人区啊，他99有个99，99那边99很多。99我去了一个专门卖羊肉串的。啊，还有专门羊肉串。羊肉大王。羊肉大王。其实在洛杉矶啊，这个华人的美食啊，很多。很多啊。你基本上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啊，什么味道的都有。对，其实在洛杉矶很好生存，为什么呢？嗯，比方说有一个，你是东北的对吧？嗯，你做个饺子啊，然后或者说你呢就做个什么地方菜，嗯，它都能成为一个生意。哦，是吗？对啊。是做外卖呢，还是开门店啊？有些是团购。啊，有些是做团购。比方说我有些是团购，说包括烤羊肉串。嗯。也有专门的烤羊肉串的团队，是吗？因为美国这边人特别喜欢 party。 哦，对对对对，美国这边按照你一定要给他搞个生日 party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叫外卖了，就是你们就是让他们羊肉串什么烤过来，然后就给大家吃。对，嗯，哎，好，我们逛逛。他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城市叫做 Covina。 嗯，他这个地方原来吧，这个城市是马场。
啊，养马的。对，难怪我刚才过来那里有个标记，哎，小心骑马的人过来，说是。是，这个是真正的马路啊，它旁边有条道啊。啊，这真正的马，真的现在还有人吗？骑着马走？这边都是马场，以前。嗯。哎呀，所以说，但是现在很少人养马了。啊，很少养马了。我跟那个隔壁邻居，嗯，还养了几匹马。还养了几匹马。啊、哦，这里后面就是山了。怎么了？垃圾吧。哎，垃圾分类我到现在都搞不明白。其实我跟你讲，美国这边的好处吧，嗯，就是垃圾分类吧，嗯，它不像日本这样子，嗯，那么严格，嗯，如果那么严格的话呢，我会崩溃的。啊，会崩溃。其实你放错了一点什么什么，问题也不大是吗？你看，我邻居他喜欢弄一些，对，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多肉，对啊，嗯、你别想看，就是加州特色嘛。啊，你别小看了、啊，这个是挺考验人的耐心的啊，是吗？对、啊、我是不喜欢养东西，养那么多东西，我家种个铁树都种不活。就是疫情嘛，很多人，嗯，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那个生活方式啊，生活方式，对，哎，铁树啊，铁树是一种很容易养的树。你看这个时候，它这边是马场区嘛，嗯，所以说它的就不是你见到的那些什么。住宅这样子的，一排一排的房子，对对对，那么工整，对、嗯。您是哪里人啊？我是南方人。哪个城市啊？我老家是广西的。啊、哦，是广西的，嗯。生活了快二十年。啊，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。对。广西，我们泰国那边广西人也很多。是吧？嗯，因为那边好像有个什么民族大学啊什么的，它有泰语系。哦。所以好多人学了以后到泰国去。对，广西现在很多，搞东盟嘛。哎，搞东盟，对对对。哎对这是无花果树啊，无花果。就是你看它，嗯，房东做一个分类，就是这边的啊，那个就是那边的租户。对，就是主屋用来租的。啊，那这边就是你们现在的住户。我们的几家人。嗯。为什么有这个铁丝网呢？嗯。防狼。啊，这里还有狼啊。对。这个地方，只要是半夜你在这个地方，嗯，你会听到那个，嗷嗷那个狼叫是吗？齐秦狼的现场，齐秦。有一次我见过三只狼在那边结伴过来。那这边是什么狼？郊狼。这个叫加州狼。加州狼。对。它其实，你想想，洛杉矶这个地方，它能吃多肥，能吃多肥。这边的狼都很瘦小的，而且这边的兔子，你看了都可怜。怎么了？太瘦了。一点点啊，只有。一点点。这自然环境是好的、啊、还有兔子啊狼啊还有巨人。你看这个地啊，嗯，这个地啊就是因为加州这边的山火很多，山火多，就他要求每一家每一户，嗯，你都要做这个防火化处理。哦，就有一块地方不能有东西的是，以前那地方都有枯草，嗯，都要弄掉。对，你别小看这个，这是一个很一年要花很多钱啊来搞这么一块地方，而且你自己弄不了。你看我这个地方，嗯，我这个虽然说它地方大，嗯，那意味着什么呢？嗯，成本很高啊，成本很高，对对对对对，地方越大成本越高，这个就还要找人来弄是吧？找老莫，老中都干不了啊，墨西哥人，对，老莫啊，危地马拉就南美、那些人，可以搞，对我们、这个，我看他们捡花园啊什么都是那些老莫在搞。基本上我们这个地方原来我也帮弄了点，嗯，后来发现不行，他们房东专门花钱每个月请了一个那个园丁团队，还是兔子屎这些啊，兔子屎不会这么大吧？也不知道啊，没养过兔子，是狼屎还不是兔子屎？兔子屎对。那个兔子都以为是公园的，那种喂养的，对，那种又肥又大的，哪想到这里的那么瘦。野兔子都很小小是吧？对啊，那边还有个观景台。哎，这个是就是登顶了。好，我们去看看。好，我们登顶了，登顶了，登顶了。对，这样你们看看这个 Covina 的这个。哇哦、wow, 一览众山小了啊。哎，那里有一个人来了，那个是你们家那个地方吗？那个一个黑色的车过来了。哦，那个是那个客人啊，客人的 Airbnb 的。哎，Airbnb。哇，可以啊，这里那个